这首《蜈蚣山》被改歌强烈推荐。是的，就是那个尹中华、阮雨希，头发越短越牛逼的社会。好啦好啦 ，What's up, bro? 这里是 Sweet Goldie， 今天我们来 reaction 由 OB 胜演唱的《蜈蚣山》。我没骗你们，它的标题确实写着"改歌强烈推荐"，你知道吗？这个标题就十分的吸引人。今晚我们来听听这首代表民族说唱崛起的说唱作品。蜈蚣山，啊，这个前奏蛮有意思的。我站在蜈蚣山的最高峰，眼看到天和街，夜雾还在弥漫，小山要好好见。我身上有神秘火，还有刻骨铭心，他会设置了个方向，说应该去人间。他的韵脚挺有意思的。What the fuck？ 这是故意这样设计的吗？哇，好乱啊，听得我。他就放了一段很高频那种类似超声波的音效，然后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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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the？ 为什么要这样编？我没听懂。啊，这段舒服。最后这段唢呐很顶。OK， 整个 MV 我们就看完了。说实话，如果这首歌不标榜自己是民族说唱崛起，我觉得还算中规中矩，最起码整首歌的 Y 是在线的。但他说了自己是民族说唱，除了编曲方面融入了民族乐器，最后惊艳的唢呐演奏，以及副歌有点类似四川汉族的那种民歌调调，这些方面能够与民族挂钩之外，其他方面我觉得跟一些挂电的新生代没什么两样。而歌词方面写了一些讽刺崇洋媚外的内容，但与整个 MV 里面游走在各种高级场所
索，有一种很强烈的矛盾感，反而让我感受不到他整首歌所带来的感觉以及歌词中透露的那种力量，给我感觉就像是强行的与民族挂钩，为了能给这首歌戴上一顶好看的帽子，然后方便去宣传。那么刚刚我也去听了未改词版本，那个版本的词确实好太多了，而且非常的凶狠，许多的喷曲赖都非常的亮眼，但副歌依旧电到我麻痹。我不清楚该是否真的喜欢这首歌，还是众梦有意捧新人想出来的鬼点子，但对我来说这首歌没有让我值得去关注他们的惊喜。那么关于这首歌你有什么想法，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这里是 BigoT，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